准备抓，准备抓，我们机会只有一次哦。我现在好像在被急救当中啊。不要紧张，还差一只脚。买肉粽，包粽。哎，谁按的？啊呼！准备出发了没？每次我们在外呢，最困扰的就是我的各种3C 设备常常容易没电。山水的多功能美型行动电源，能量 Q 宝，非常的漂亮。还有系带绳可以让你吊挂，有这个之后我就不用再为了行动电源而烦恼。你想要充一下电吗？阿虎，它这个是1万mAh 的容量，这里有一个脚架，它就是直接当我们的手机架使用。它有自带两个充电线，一个是 Type C， 一个是苹果的 Lightning。电源按钮按的时候，它会显示现在的电量有多少，连充电线都帮你省下来了。随时插着就可以充电，它的强项在于说它做的是真的很轻巧，四个颜色非常的漂亮。我们下去救小黑，所以我们带的是86%的小白，还好没有多一%，以及我们的大白 DC 灭蚊循环扇，有这两个王牌，轻松手到擒来。好凉哦，还可以灭蚊，气氛都来了。救猫也可以很时尚。好，我们走，应该是这里吧。欢迎鲁巴探险频道。把鲁巴是最重要的装备，是这个地方吗？这个石头长得好像屁股。有什么指示需要放猫叫声吗？所以我们把笼子架在这里。这里有一只黑色的黑猫，黑猫当然是黑色，我就讲什么，等待逮捕归案，得到幸福当中。等一下应该有 NPC 会出来跟我讲话。这里是那一只黑猫以前的游乐场所，这边又靠墙壁，看能不能比较隐蔽一点，但是没有猫影的感觉。抓猫模组接上，现在测试信号没问题，就可以放心了。OK。几百是所有自身的关键，因为它是不好抓的猫，我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叫声呢。布置完了，车上待命。哇，好热，我天啊！有电风扇，又有驱蚊灯，抓猫的极致享受啊！但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怎么办呢？现在是61%，我把它插上这个免能量 Q 宝，它就开始充电。让它自带 Type C， 插上我的耳机，插入它的 USB 输出，来帮我的路由器一起充电，再充我另外一台 iPhone 94%，看数值会不会准确的上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待命一整晚了。我现在好像在被急救当中啊！我现在来抓猫的，这个时候它会出来。因为基本上抓到了有一个，要给它带上一起啊。啊，他们叫冰冰冰冰啊！有一个 NPC 为我们送来的消息，小黑造成他们的困扰。哟，这个85%，这个快要满了，太厉害了！小黑能不能抓到，就完全看你的。哎呦，你感觉好年轻哦！看起来18岁。哦，他喂养10几年的猫都抓过去，就只剩下这只小黑。我先观察看这一只黑猫到底有多精啊！被推荐之后就很。动保宅吹的吗？是我们请人家来抓的，这两天来好几趟都没看到他了。好，欢迎你们哈。不会，小事，拜拜。喂，准备抓，准备抓。对，你饿了，你很饿了，孩子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机会只有一次哦，这时候沉着哦，不要乱按哦。第三只，不要紧张，还差一只脚，就算全进，也要等他屁股进来。你看，哎，谁按的？事情很多，希望可以赶快把它抓到。他说母猫都会躲在那个房间，看有没有机会把它封闭住，所以他现在有可能在里面了。那我第二个笼子架这里好了，那一个也可以脚踩，也可以按按钮。今天闻到鸡排的味道，他会害怕了吧？一个鸡排，他什么都不叫。叫上你吗？对。今天势在必得，买肉粽，包粽。包粽。抓到了鸡排耶，还在炸耶，它真的包中了哦、喔、赶快稍晚再来拿，巴士我先付了哈。啊，它跑了没？现在是潘少又捕龙跟小黑猫之争，很幸福的哈，它其实蛮安静的。我说个大白句话，没事，我先把你盖起来哈。那你就叫幸福小黑吗？每次都好乖哦、喔、这都是你喂养的了吗？这个黑的，这只黑的就是跟它三姐妹。有没有打算送养那么多猫？因为我很怕人家放生。不会吧？哎、欸，到家了，哇！这只哦，我真的抓它抓不到。本人更年轻哈、哦，娃娃脸了。哇，你身材好呢哈、哦，有高高瘦瘦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拿我的鸡排了。什么是冷鸡排的滋味？电风扇还在转呢，耳朵还在记哦。